这个季节最适合吃的烤羊腿来了，外酥里嫩，闻到这个味儿就让你流口水。先把羊腿两面都给它打上花刀，碗中加洋葱、孜然粉、辣椒粉、盐、鸡精、生抽、料酒、食用油、蚝油、水，把它搅拌均匀，倒在切好的羊肉上，再用手涂抹均匀，腌制一小时。再用锡纸把羊腿包好，放入烤箱，上下火200度烤一小时。一小时后吸掉丝纸，再刷一层食用油，再烤20分钟。最后一定多撒一点孜然、辣椒、白芝麻和盐，再烤5分钟。赶快来闻闻这个味道，这也太香了！再配上这么一杯冰镇啤酒，完美。